叫大家好，我叫阮世福，我来自越南，现在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书。欢迎你们来到我的 vlog， 今天我会带大家体验一下我来中国留学之后作为一名公益的汉语老师的一天。好 ，Let's go。2023年，我来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我是一名公益的汉语老师，每周都会给越南的家长和孩子们线上上一次中文课。小刚，你好。Rồi, Hoàng học lâu là ở thành phố Vũ Hán của Trung Quốc, cũng là thành phố hiện nay cô đang sinh sống và học tập tại Trung Quốc.还要去学古琴，看，这是老师家院子的竹子。有时候在课堂时候，我会分享我在中国这边学琴的一些小段子，然后大家也非常感兴趣。我今天下午还要去参会了。我现在在研究生辩论团，一会我还要上台进行课题汇报哦。来中国留学后，我的口音得到了改善，发音更加标准，同时我也学会了如何选择教材和设计课程。目前我已经为2000多名越南学龄前儿童进行了汉语启蒙。这是我的好朋友文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来到了中国以后也交了很多朋友。我2015年从河内开放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中铁六局上班，现在又决定来中国读书，因为我想成为一名汉语老师。中交桥，对，中秋节，哎，讲好，一三一三亮星星，满天都是小星星。哇！成为一名公益的汉语老师之后，我觉得非常开心。我可以让更多的越南小孩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让家长和孩子们对中国更加了解，促进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滋养的过程。